谢。好，那我这边的话就是 Mr. ORZ， 然后也可以叫我 Johnson， 然后 Slack 上面是 Mr. ORZ， M R O R Z。对，然后我的专案是这个 CoFi 真的假的聊天机器人。那我们其实就是做了一个 LINE 的聊天机器人呢，陪伴大家一起来面对 LINE 的假讯息。嗯，好。以后如果呢你遇到想要查的东西，可以分享给 CoFi 真的假的，它就会自动告诉你其他贡献者对这个讯息有查过什么样的资料。这个机器人知道要回什么，是因为背后有一个资料库。那如果这个机器人收到一则讯息，资料库里面找不到的话，他就会问对方是不是愿意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回报这个讯息的人。那他同意之后呢，这个讯息就会出现在 CoFi 的 FW 网站上面，善良的编辑人就可以进来看讯息，然后来写回应。那我们从29万的 LINE 使用者之中呢，收到了超过11万则的讯息。另外一边呢，也有人在网站上面帮忙回应。那这些资料包含收到的讯息、图片、影片、声音，通通呢都已经开放在网络上面，所有人都可以使用。所以有第三方的 Chatbot 接取 CoFi 的 API， 也有调查记者智库跟学者用 CoFi 真的假的资料做研究，形成了一个生态系，让这个社群协作的结果，可以发挥最大的影响力。今天 CoFi 真的假的在这个地方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做善事。我们可以到 CoFi 的 TW 网站上面替有帮助的回应按赞，那这个会让有帮助的回应呢，在 CoFi 真的假的聊天机器人以及网站上面更容易被看见。那如果你看到一则你想要亲自撰写回应的网传讯息的话呢，你在这个地方填写内容，也会让 CoFi 真的假的聊天机器人的使用者看到，也会加会这个真的假的生态系的大家。那今天的贡献呢，也会都呈现在你的个人主页。那如果大家可以一起来练习查证，然后练习如何撰写这种有说服力的回应，那么才可以让这个社会在面对假讯息的时候更有韧性。城市开发方面呢，我们整理了 CoFi.TRB 网站上面的一些 issue， 那通通都在 Rumors Site 这一个 GitHub 的 repo 里面，它都在 Good First Issue Labels 里面。如果你会 React.js 的话，可以参考看看。像是如果使用者没有登录的话，就应该要把输入框藏起来，或者是按钮按下去，有做事情，可是 UI 上面没有回应。那我们可以一起用一个下午来让这个网站更好用。另外，我们也有一些中长期的挑战需要研究，或者是比较深度的整合，例如说产出文章显图的 microservice 再来实作，然后或者是研究如何用 Elasticsearch 来做多媒体的检索，或者是纯 JS 的程式码来改写成 TypeScript， 以及今年我们要必须要在7月前把那个我们现在用的 Universal Database 算成 GA4。那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到 cofest.tw/tag 一起来陪伴在 LINE 里面收到谣言的人。好，谢谢，我们请下一位那个。